胖法流，一个陪伴无数玩家走过新手机的流派。胖子血量高，攻击低，法师攻击高，血量低。在前期没解锁几个兵种的情况下，这两个兵种的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。不过随着大本营等级的提升，一个又一个的新兵种被接连解锁，各种五花八门的组合也被逐渐开发出来。胖法流由于结构单薄，灵活性差，也就被抛弃在了角落。但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高端的战斗往往也只需要最朴素的兵种。看着目前地面兵种越来越没落的形势，我决定拿这个曾经统治低本的流派在十四本整个活，挑战用胖法流推平十四本。并且为了还原原汁原味的胖法，我们摒弃了超发闪电鞭以及镜像气球这种大杀器，打了好几天传奇联赛才有了这期视频。整活不容易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呀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具体操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三连支持一下呀。日常整活，感谢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